新竹县关西凤山溪哦，六月受到污染检验，嘛发现讲是有毒的污染物。民众早起去立法院澄清，因讲凤山溪是在地人的水源，污染已经过外围了，阁未变清气，大家拢真烦恼，讲会影响到健康。伊嘛呼吁县政府哦，就应该赶紧要求造成污染的工厂搬走。关西镇居民不想喝毒水。大家发口号要求新竹县政府要加紧凤山溪污染事件的处理动作，因为六月间关西镇的自来水也有空气散发臭味，凤山溪的水面也出现浮游，造成大水紧急停水，7000多户无水通啊用。检验了后，正是含有苯乙烯等有毒液体，污染物也吸入河床。这次的污染呢，民众表示不舒服，是因为洗了那个污染的水，有皮肤瘙痒、眼睛红肿的情况。政府还继续的在准他更改那个地目，然后要让他去做什么工业区之类的，让我们的百姓就很恐慌。今年13上百起立法院澄清，强调凤山溪是当地饮用水来源，长期饮用对身体造成伤害，除了希望县政府赶紧清除污染物，还要将污染工厂迁离凤山溪水头，尽速成立保护区，也应该要查封列管。所以说我们新竹县的环保局长时间纵容着这个厂家，才会造成今天的严重的污染。派了一位同仁常驻关西啊，7月3号开始就常驻在关西的清洁队，只要一有状况，就近处理。对地面的诉求，环保局强调，案发了后已经有对污染源进行围堵，目前已经对造成污染的工厂注销工厂登记证，也会加紧速度处理已附离河床的污染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